生活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即使粗茶淡饭，那也是人生百味，三餐四季却充满着烟火气。简单的幸福就是有家回，有人等，有饭吃，看似平凡却快乐简单。慢慢的你会发现，人这一生不就是走走看看，吃吃喝喝吗？只要没病没灾，那就是福气。如果有幸能遇到一个你爱的又同时爱着你的人，然后偶尔再发点小财，那可谓是天大的福气。请把自己的健康和情绪照顾好，能做到这些就赢得了人生一大半，其余的就交给老天安排吧。只要我们努力过好当下的每一天。